湾，他家属呢也在台湾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呢，以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庆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也给自己最大的掌声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父亲节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来。哎，各位亲爱的爸爸们，大家晚安哦。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声音，所以说待会儿我们各自跟大家祝贺一下。再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我们的爸爸节的活动跟那个重阳节的活动我们并在一起，可能会定在我们的9月23号出团到我们的香港、深圳、澳门跟珠海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。那同时呢，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在这边祝福各位亲爱的爸爸身体健康、阖家平安。好，我爱你们。好。谢谢，真的假的啦？假的吧？他卡没动啊！